头几天别俩井垫垮了，这又弄俩垮了去了。你看伢叔叔老爷别那个用大板凳别那垮了挺好，我说我不会别，我弄俩垮了去了，我亲自往家教教我，好别的。 我来这儿装进办事去呀，我看用大板凳编的垮了挺好。我说大板凳，小别的呀。我弄个垮了，你看，我这垮了你不错呀，我高分，更高。你看，一点小灰的，小小一点都能留住你。你说，你别被这个差不多呗，这个还不错。是呗？啊，这个有点高点儿，不是吃，应该是比这个高呗。啊。 这个这个还没那个高，这是这个比这个这正格的高，这个有点太高点儿。看你再别那个高呀。再去点吧，再去点吧。嗯，再去点吧。再去都得。你看，再去挺好啊，你看去多少？这个都不错了。是呗。嗯。这是啥啥都加四尺。这都得从这拉上去。啊，拉了，你，嗯。 先小别的吧嘞，我教给你。你行吧，我给我正给老头我正整整整整围的，你是吧？那是短的上的。啊？刚才弄翻了，我弄翻了。这个是长的，这个是短的。我教这个是短的。不是，不是。这个井头的。那这边你就先在这头摘了，孩子往里头摘了。 我教这个不没有下头，你教这都下不来了。下头，还不如下头。你看芝麻长点儿，是吧？芝麻，芝麻什么？芝麻长点儿，这个是地天长。这个芝麻是内麻长的。啊啊，地天长。 这个又是这边上的，你教这可家可门的。可是我教的可家可门。你教可家可门的，你别这顶着那个那个啥了，是呗？你能可家可门够不着了，差不了了，你不是白编了？你说呢？长不点，短撇点，是不是？长不点，短撇点，咱不能教。时间调来，俺不上。你不能规矩点啊？规矩点，你这一下能规矩了。 啊，就是这前这，哎，这是不能那个长的，这个，嗯，两半的是呗？这个是两半一半长。啊，这个两半得一半长。这练还大好些了，你弄个铁头。着急嘞。 这啥？提啊！提啊嘞！一个。提八个九个。这在九个嘞。别少别住点都有点考究了，你别不住嘞，别不住没考究了，你先啥你也没。九个嘞。别那啥，这个还是那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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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这个老这个老家两边儿，他一边儿，这两边一边儿上。啊，这个家一边儿上，两边一边儿上。给你别压压住点，我脚踩住点，我弄个本儿，还那个啥子，不别，不能别它，你别它了。你这个纸，啊，你写吧，写几顶，一写几顶，你家往里一翘。 我这是这个，这头芝麻再往里面编，再编俩。
平面上直接都别 bug， 跟楼看来的差不多。嗯，确实这块 bug， 这块也点亮。那不是可惨，这一般看贴的，你们不是当家的一般 bug 嘞？那可不是一般 bug， 这边拽。那我都知道。这把脚多长？在那往，在那店里面，店里面看那边长了多别的，那边是拽了少别的。啊，一下啊，一下吧，是牛铁板那那条一下子这翻了。你别吧，别，别，那会儿不知道这个，看来你别别别别喊啥呀，不回来我跟你说。